谢谢快逃！不要，你们不要这样哦，我真会捅你们哦。啊，第四了，第四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们脸发青，好可爱。然后什么？看到什么东西了？白色，为什么是操控扎克啊？上头全部都是缝痕，因为不知道有什么东西，你不要随便去碰。什么东西？是尸体？干嘛干嘛？瑞伊，你干嘛丢搞你？哦，因为他被告知说他父母死了，所以他才一直要扎克杀他。说啥啦？扎克也真是还算理智。我想杀的不是会露出这种表情的你哦。对，他要他开心，他承受不住。哇，又再想了一次 ，Bible 是 Bible， 所谓的神。哦，他不行了。哦，他害怕，他害怕扎克知道他的一切。干嘛？哎，这是怎样自摔？哎，我们这个是有在侧路的哦，我们有在侧路。你这种自摔假车祸，我们要检举的。没事没事哦，干嘛？是丹尼，哇靠！靠，医生太强了吧？不愧是金曲歌王，能尊重陈奕迅吗？抱歉，这操作真的很强哎，我这是称赞陈奕迅哎，你还被他当做了神，你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？哦，怎样啊？我才刚走第一步哎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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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我们第一次没死哎、欸！哦，我们得到名牌版，但是看不懂是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这又是怎样？又是怎样了？哎呦，干嘛啦？哦，我以为我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死了。哦，披萨，这还能吃吗？吃。哦，好辣。太气太气，嗯，太哦哦，怎么掉在马桶这里？里面好像有个东西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到底要不要伸？到底要不要伸进马桶？当然是要伸啊！有没有水声？很饿很饿，很气，想洗手。好了，这里，这里耶，怎么都没水哦？这里。他被东西咬了，他把水放掉。哇，竟然是放食人鱼哎！实在不想碰这钥匙。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虽然声音听起来很可怕，但这三只从画面上面看起来，我觉得挺可爱的。连续点击个确定键。咬什么咬？啊！这一层楼就是瑞伊本身，这是瑞伊的房间吧？所以瑞伊也是被霸凌的吗？不要这样，扎克，有耐心一点，去了解那家伙脑子又不好。扎克，你要加油啊！给我整理的好懂一点，教你。下面要是掉下去的话，可不是说着玩的呢！哇哇哇哇哇，他要掉了，他要掉了！你还是得再慎重一点才行啊，扎克。谁在说话？这也神父救他嘞。我并没有看清你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呢，到底想怎样？大家听神父说，我还是下去比较。扎克直接眼神死，双手一摊就下去了。神父拜。看神父真的是最多鬼话，别再说下去，我们都要睡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也期待，我也期待，哥你的期待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终于让路了。好好问一个问题，哦，他的问题真的是很多哎、欸，那边什么事啦？因为打不开的地方，而且我也没钥匙，带着的东西也只有板子而已。那是一块普通的板子吗？我是知道上面有写字啊，但我看不懂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他这个巴眼好可爱哦、喔！干你点点点什么尊重哦、喔？你得把那块名牌板挂到名字主人的房门上，只要去有印象的地方挂挂看就可以，要便会产生反应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去通过刚刚那些板子上去，应该就这间呢。哦，就能开地下的箱子了吧？地下哪一个箱子？哦呦，嘿嘿嘿，对对对，天花板怎么降成这样？不是，我还认不得这些路啊！反正也拿到钥匙了，回地下，回地下，差点忘记走这里。
全都是像小鬼会有的东西，嗯，就是一个小孩房。好，神父，你又想干嘛了？这是被放入的是那个东西吗？用法就像之前一样，是好。哦，他房间什么都没有哎，电视机，他竟然坐下来看电视，这个没有吓到我，没了吗？哎呦，啊！杂克把他打爆了，然后这样还不让我进去那个房间的话，那个眼球就真的是找死了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来过这个楼层的人们都是你杀的吗？啊！靠腰啊，靠腰啊，丹尼，你们医生真的很会欸，白痴！医生在那边操控欸，我到这里到了你的楼层就会被你杀了吗？你有想过把杂克变成自己的东西吗？应该没有吧？你要在这里被杀掉，还是从瑞吉尔的神宝座上下来，一个人逃出这里？哦，对，因为他有还利用了杂克不喜欢人说谎的这一点。我不是你的神，你这样会让瑞伊很难过哎。都知道，嗯，不对，杂克不是我的神吗？哦。什么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 ！Tough Roll 瑞伊，哎呦！呜！哎呀！哇，太恶心了吧！你怎么躲在洗衣机啊？真的是要杀了扎克哎、欸，嗯哼，哇哇，他超贱，因为扎克遇过火灾，他现在竟然用火，我、啊、靠，白痴，从头到尾就只有扎克是正常人，对啊，妹妹，你给我差不多一点，你给我差不多一点，怎样怎样又怎样了？天啊，扎克有点太强了，扎克超强哎！哎呦，干什么东西？好险我没有被压死，扎克快气死了！目前被开五枪电气爆，不要再拿枪了啦，就不能好好讲话吗？又回到他们两个彼此之间的 BGM 了，枪。是下等人用的武器，要我说几次都行。杂克还这样哦，嘿，预备吃吃。我的神死掉了，又自己擅自逃跑。对啊，啊又是又啊又是跑去哪了？瑞希别跑了，很累。对啊，你就只会一直逃跑。就说他已经没有话想跟你说哦，医生又来了，哇，烦死了！这个医生真的是够烦哎，哇，哇，哎，变态死去，带！看扎克真是暖男呢，说什么想死，说什么想杀了我，说什么想要结束，他要被缝了，是吗？怎样？就由我来给你结束，所以他杀了他，所以他还是不想死，为什么啦？到底是怎样？不要杀现在的我，因为他还不快乐吗？哦，瑞也是淡薄扯欢的，嗯哼，嗯哼，你说想说过要杀掉你的人是谁？是扎克。对吧？是扎克吧？那你也就是你，对啊，在一起了啦。看，跟这不是搞很久哎、欸？亲下去，亲下去，对。你终于了解到自身是什么意思哦！你明明疯了，却又太认真了，好浪漫的一句话哦！
这句话好浪漫哦。嘿，扎克是人生导师，我的天哪！他发誓了，他发誓了，他对扎克发誓了。哦，应该就停在这一刻。不，还有还有，我不记得有从这里往上。哦，他要让他一个人下去。啊，神父嘞？神父去哪了？啊，我就知道哦，很好很好。神父真的很烦，他在下面待那么久要干嘛啦？是不是在滑 iPad 啊？是。还是不改那心愿呢？啊，对，我还没洗澡，很想说，我也想播啊，我也还没洗澡啊，就搞我哎、欸！神父不去做直销真的很可惜。啊？哦哦哦，那家伙还在啊！好啦，不要再管那个那家伙了。啊，烦死了！我也觉得是不是医生又复活啦？干，真的哎！啊，扳机坏掉了。医生很烦，医生超烦的，真的应该要直接把它掉。我们要去那个。原来是正中间哦，还有选那么久，我以为他要叫扎克把他弄爆哦。有个钥匙孔啊、哦，又要找钥匙了哦。他们想的是什么样？哦，他要把他打爆？没有没有，直接打了。坐席破坏台哦，我们原本没有要开这么晚的，但这个剧情很过分啊！走了走了，我有吓死我了啦，干嘛？哦，我好怕扎克死掉哦，烦哦。怎样怎样？快点快点快点！不要啊！天哪，扎克整个愣住了。扎克醒醒，啪啪，赶快啪啪两下。扎克加油！扎克加油！看他们两个感情故事真的很棒哎！有有有，扎克可以。今天开很晚，因为为了剧情。我很忙。呜呜呜呜呜！看这怎样？哎呦，好猛哦！他直接把他丢过去了。啊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！好，不会吧 ？Go go go！ 又怎样了啦？我问题一堆、欸。又，哎呀，不要再讲话啦！哦，我的天哪！快啦快啦快啦，干吧，就决定是你了，扎克，杀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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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真的、欸，真的，这么大，我真的是到最后还是很莫名其妙哎、欸，啊，医生哎、欸。还来？还是这真的是出口？耶耶耶！扎克太赞啦！好啦，杀都杀，杀都杀，好不好？杀都杀，都杀都杀。神父就这样就离开了，应该，除非他有传送门，让你活下来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最后的告白。
又怎样？又怎样了？哈，锐意中枪。哎呀，他怎么躲在那？我都没发现哎、欸。我的天哪！干，这个医生真的是他妈的超气的！啊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气死哎！快要没有力气讲话了。哇，看这老医生什么时候站起来了？是人类哇！好暖的一句话哦！啊，这医生真的是谈恋爱谈疯嘞！啊、哦，傻眼，这医生真的够变态了，这医生真的超夸张的！哇，嘿，达克突然说没有同意这种事情。哇，他闭上眼睛了！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，你死定了！达克一定会把你抬死。哎、欸，太狗血了！这个太狗血了！我靠，他真的有传送门哎、欸！他竟然给我到最顶楼来，看干嘛不拉他们两个一起搭啊？到底想怎样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他妈神父真的超屌，神父真的超屌。对啊，我应该选传送阵的。好啦，神父应该真的不行了吧？还在爬。神父不。哇，扎克他竟然他说他已经变成人类了，天使的翅膀被折断之后就会变人类。现在已经是半夜4:10了，神父长话短说好吗？对啊，还在火海里面耶，连神父都没办法活了。我讲了说长话短说到现在还讲了，再给我多个两分钟，重见天日了。只剩5分钟就要爆炸了。Wake up! 他真的倒了。啊、哦、有了有了。来了来了。他们就变成逃狱犯了。我会杀了你。对，他们就是一群精神病人在逃狱耶。所以那个光是警示灯。某栋废弃大楼发生了火灾，员工中失踪的是这几年内成为话题连续杀人案件的相关者，但是本人却对着然而承认一部分的杀人事实，以与新兴宗教有关联为方向，认定那是火灾当时使大楼地震爆炸。此外，艾扎克·福斯特涉嫌参与了，另一方则是否定福斯特因为分身保护措施，精神处于错乱的状况。这到底是怎样？还没结束好不好？大家都还没结束，我们等一下会再好好的厘清一下。没什么特别的，所以晚上睡得好吗？是的，那样是不行的哦，真对不起。所以他要带他回房间。但你的吗？月色很漂亮，好美丽。对啊，他又回到精神病院欸，还是这个是最开头。他可不要先杀了他吧？那现在已经不再多提的杀人鬼哦。本来不想说那个杀人鬼啊。啊、哦，这
的是开很久，天哪，玩这个游戏玩6个小时，要7个小时啊，跟我昨天夜唱一样，到底是怎样啊？是扎克吗？快点快点，一定是扎克。让开吧，啊，快让！好帅啊！我一定收。这哪可能放我想要东西让你逃 ？Oh my god！因为是扎克和我两个人一起发誓的，这才是我要的最后的月亮。杀了我是怎样啊？笑啊！殉情了，真的殉情了。他真的做到，是由他杀的，而且。他们就真的就直接下去了。好啦，大家结局了，结局啊！我差点就要按掉了，怎样？没了吗？对啦，刚刚那个画面最后停在那，肯定是殉情了。好啦，没想到我人生第一次，我真的第一次开7个小时的台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而且还是开到。这个时间点洗完澡睡觉又是5点的事情了，但起码我很开心，就是有真的答应我要留下来陪我破关的人都在，甚至还多了一些人，因为我们就变成是每破到几个小时就送一批人去睡觉，然后到现在就是大概4点半还有人愿意陪我们破到这个时候啊，这种感觉就真的跟韩剧结局一样哎！我觉得它的起承转合做的挺好，然后 BGM 也很到位，是我喜欢，真的我算喜欢的。然后扎克有很多地方是暖男的行为，我觉得可以学，很妙。反正就是一个很妙的游戏，但起码我觉得剧情还不错。我觉得我真的被扎克吓到了，他好暖，他真的暖。哎，撇除他是杀人犯这一点，他其实挺暖的啦，而且说到做到。不说谎，它包含了非常多好男人的特质，就我觉得不说谎这一点就已经够难了，然后还不时的会吐槽，可是又很担心女主角，对，就是这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有一些有趣的对话内容，对，可是现实生活中很难，可是我挺欣赏扎克是这样的人特质的人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刚好4点半，赶快放大家晚安。上班的人早安，要睡觉的人晚安，拜拜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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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